Hello，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马斯蒂卡山路一期的一个施工现场。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斯蒂卡山路一期它是已经封顶了，整个项目的话是已经封顶了。那现在的话是2024年7月1号，也就是七月的第一天。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斯蒂卡山路一期的楼外立面已经进行了一个第一遍的一个粉刷，现在的话是一个白色的一个颜色。那在后续的粉刷的话，会做成跟我们效果图这样子一模一样的颜色，整体的话是以黑白灰三个配色来。